请问雨伞在哪？在那边。手机呢？我去看看电闸是怎么回事吧。我跟你一起去。那先拿这个付吧。好，谢谢。能接我电话用一下吗？可以。你可真有福气，找了个这么好的女朋友，她经常在你忙的时候过来看阿姨。我不小心睡着了，没发生什么事儿吧？没什么事儿。真是谢谢你啊！要不是你及时回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一夜没睡，要不先回去吧，我在这就行了。
那个监护医报警器失灵，他们怎么说的呀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监护仪不是都有自动报警了吗？监护仪警报失灵这个事情啊，过去我们也没碰见过。我们用的是乐见产品，但不是市面上早期出过问题被召回的那一批。再说，其他床位也从来没出现过报警失灵这个问题啊。不过林先生，您放心，原因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。院方说，调查结果出来了，他们会替换掉所有乐见的仪器，并向他们追责。那算东吗？你放心吧，我公私分明。乐见的事交给院方，我不插手。